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基督六家粤语堂，今天我们这个主日崇拜，让我们一同默祷，默祷之后让我们一同诵读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读使徒信经。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独生的儿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世间万有中，哪会有仿似耶稣？我愿众人竭力颂扬，主爱是奇妙浩大，是我主，是救主，作我安稳庇护所。我若只有一息尚存，也要定义敬拜你。献上颂赞，要立刻要颂扬，各处颂赞，众山欢呼拍掌，遍野万里也和应叫扬，与众海呼喊，传扬神主，跳跃和唱，要述说你创造，愿永爱着你，我这生不变更，这世上永再没有别人像你。仿似耶稣，我愿颂扬，竭力颂扬，主爱是奇妙浩大，是我主，是救主，作我安稳庇护所，我若自由，一息尚存，也要定义敬拜你。献上颂赞，要立刻要颂扬，各处颂赞，众山欢呼拍掌，遍野万里也和应叫扬，与众海呼喊，传扬神主，跳跃和唱，要述说你创造，
扬，各处颂赞，众生欢呼拍掌，遍野万里也和应叫扬，与众海呼喊，传扬上主，跳跃和唱，要述说你创造，愿永爱着你，我这心不变更。这世上永再没有别人像你，这世上永再没有别人像你，这世上永再没有别人像你。为你的恩
心中的圣洁，是我心完全洁净，赐我重新又正直的灵。主，愿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作你荣耀尊贵器皿。我的心态甘意为你预备，神作你圣洁的器皿，我的生命只愿为你而活，荣耀你名。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作你圣洁生命，只愿为你而活，荣耀你名。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中你圣洁的器皿。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因主，我们再一次在这一处感谢你。主啊，我们看到昨日你保守我们这一个十四周年的堂庆纪念，让我们粤语堂的弟兄姐妹和牧长们仔仔一堂的在处庆祝神你过去十四年的保守和带领。今日你仍然在当中入面来掌王权，保守我们众人的心在你里面永不改变，一心一意的来跟随你。主啊，我们今天仍然要为敖美美姊妹所带来的这一篇的信息感恩列车交在主的手中。主啊，当我们坐着这部列车的时候，一路朝向你自己的时候，主啊，愿我们众人都有一个感恩的心。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过着一个丰盛的日子，是因为神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无论是感恩、报恩、谢恩，我们在各样的恩典上面，主，我们用生命每一天来回报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再一次将今天这一篇的讲道和讲者和听众都一并交在主神你自己的手中，让我们在你的爱的当中里面经历成长，让我们见证主你莫大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再一次多谢你听我们祷告感恩交托，奉主基督耶稣圣名， Amen。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读经训。经训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开心的有敖美美姊妹在当中里面分享信息，她今天所分享的主题是感恩列车，我们将时间交过给敖美美姊妹。大家好，还有个几礼拜就是感恩节了。当我提到感恩节，你想到什么呢？是火鸡啊，感恩节大餐，或者是产生了感恩的意念呢？其实我们不应该只是在感恩节这段时间先去思想感恩的问题，去作出回应的行动，而是我们经常都要向神谢恩，向神表达感恩的心志。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在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六至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每个信徒都要遵守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和凡事谢恩，是神为我们一生所定的旨意，亦是身为信徒的守则。喜乐、祷告和谢恩，我们都会做，但我们做得多少呢？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喜乐要常常，祷告是不住的，和谢恩是在凡事上。我们自己想一下，我们有没有遵从神的吩咐？有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旨意，要常常喜乐。在彼得前书一章八节，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里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内心已经有讲不出无法形容的大喜乐，所以在要常常喜乐这个旨意中，喜乐我们已经有了，所以剩下来的就是要常常。在这里特别有一个要字，是有一定的意思，常常就是持续，一定持续的喜乐。所以要常常喜乐这个旨意并不是一个目标，或者是作为一个终结，而是现在不断的进行式，是我们要以这种心态作为处事的方式。我们要用喜乐的心去面对或者去做每一件事，特别是在逆境的时候，我们要用内心的喜乐去化解外在环境的变迁，而不是受外界环境事物的支配。我们不要内外倒置。第二个旨意就是不住的祷告，不是说经常在祈祷什么都不做，而是我们要在心思意念上不断地仰望倚靠神。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是要与神保持密切的关系，祷告是我们与神交通的桥梁，我们是要藉着祷告将一切话给神听，将我们的重担卸下交在神手里面，因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祷告是可以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进行的。在祷告里面，我们不是只是祈求，我们还要感谢，也是神第三个旨意，凡事谢恩。在诗篇五十篇十四节，你们要以感谢、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谢恩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请我们先一同祷告。真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网上敬拜赞美你。
求主使孩子能够清晰地将你的话讲出来，让我们一生都能够遵行你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求主让我们能够同感一灵，同得造就。恭敬将以下时间交在你手里面，求主你亲手引领。祷告啦，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感恩是对他人的给予或者帮助，我心产生了一种亏欠的心理，对所得的恩惠心存感激的情感表现。中国人经常说知恩图报，就是知道别人有恩于你，你就想办法去报答人家。可能中国人比较含蓄，不是几将自己的情感表现出来，甚至喜怒不言于色，什么都是尽在不言中。其实在知恩和图报中间存在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感恩。即是知恩和报恩是我们要感恩的前因和后果。简单点来说，我们知道人家对自己的恩情，即是知恩，萌发了感激的情怀，这个就是感恩。然后我们向这个人图谋回应的行动，就是报恩。但很多时我们都将感恩和谢恩捞在一起，等一阵我会讲下感恩和谢恩。我将他们连在一起，就成为我今天的讲题，感恩列车。它有三卡车，亦是今天的大纲，是知恩、谢恩和报恩。这些是我们在灵内成长的基础。首先我来讲下感恩列车的第一卡车，就是知恩。知恩就是知道恩惠。首先我们是要知道人家对自己的恩情。我先讲一个故事，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一晚阿甲问阿月一个问题，说你觉得太阳重要或者月亮重要呢？我也很想知道在你们心目中究竟是太阳重要或者月亮重要呢？阿月想了一阵就说，我觉得月亮比太阳重要。阿甲问为什么啊？阿月昂高个头指住个月亮跟阿甲说，他说你看看个天这么黑，全靠月亮发光我们才可以看见，但是在朝头早已经够晒光线了，太阳根本就是多余的，而且还晒到我满头大汗。你们听了这段对话有什么感想呢？阿月对白日光线的见解是他不知道或者是忽略了太阳是光线出处的源头呢？很多时候我们同样都会忽略了周围的人对我们的恩情，更加忽略了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对我们的恩典，都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或者是诈帝不知道，就当作不知者不罪呢？其实我讲这个故事主要不是想讲太阳或者月亮的重要性，而是去思考为什么会有太阳有月亮。从紧古到现在，太阳月亮都是很有规律地运行，我们已经习惯了，不觉得是什么回事，所以我们没有刻意去关注它们的存在，也忽视了它们的功能对我们的好处，更加忽略了它们背后的创造。为什么怎样会有日月呢？我们来看看创世纪一章一至五节，这段经文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因于面黑暗，神要有光，将光暗分开，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在这里我们知道神为什么创造日月，有晚上有早晨，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然现象。
我们继续来看下创世纪一章十四至十九节。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知道神如何创造日月。神要天上有光体，于是他做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做众星排列天空，普照地上。很显然，大的就是太阳，小的就是月亮。神创造日月，摆设穹苍，他们的功能就是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如果不是，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活在哪个世纪。神的智慧是多么超越，他的设计是多么周全。我们只可以用我们有限的知识去理解神的创造。白日有亮光，是因为有太阳。太阳供应光和热。我们可以说，在地上凡有生命气息的都要依赖太阳来生存。美国的发明家富兰克林和他仔坐在火炉边，个仔问火炉里面的柴为什么会发光发热呢？富兰克林说，木柴是斩下来的树枝，树木会长大是因为它白日吸收了太阳的光能，将它储起来。所以现在你看到烧着的木柴，红红的烈火，就是太阳了。我觉得他的答案很全神，令我想到主耶稣是世上的光，我们有没有吸取储存而光照在人前呢？约翰福音一章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如果只有太阳，整天都是光灿灿，可能我们都晒到黑蒙蒙，变成黑炭头了，也都不知时日。有月亮可以给我们有透气的机会，所谓日作夜歇，所以万事都要互相效力，任何的事物只要互相配合，才能够相得益彰。所以我觉得太阳重要或者月亮重要并不重要，而是知道太阳月亮的创造更加重要。在诗篇七十四篇十六节，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神为我们预备最好的，为我们作最合适的安排。我们是不是知道这些是出于神呢？或者懵然不知呢？这个是神的创造的大能，我们是要知道神的掌管，认识神的信实，明白神的旨意，信服祂的带领，更加要用心去感受神的恩爱。如果我们没有用心，很多事都会擦身而过，而我们都未能够察觉到是神对我们的恩惠。我们要多谢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凡祂所做的，神看着是好的。我在这里只是讲了一件我们每天都经历的所谓自然现象，以为是理所当然的规律。我们不要忽略了在它背后那是神的创造，还有很多很多其他我们不以为然的事，都是神的恩典。我就留给你们自己去数算去领会，实在是神的恩典。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神，所以我们要知恩。谢恩是感恩列车的第二卡，本来我是用感恩作为第二点，后来我用了谢恩。我来解释一下自己对感恩和谢恩的观点。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我提过，感恩是一种对恩惠心存感激的情感表现。而从字面来解释感恩，就是感受到别人的恩惠，
一种感觉，所谓有 feel。感恩是谢恩的前奏，谢恩即是感恩的行动，是 action。谢恩一定是因为你感恩，但感恩是不是一定会谢恩呢？当你知道别人对你的恩惠的时候，会有两种可能的情况。第一就是无动于衷，第二就是心存恩感。如果是无动于衷，或者你根本都察觉不到别人的恩情，就无话可说，什么都不用说。但如果你心存恩感，又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下就是默然接受，一下就出言感激。默然接受即是闭言不语，什么都不说。如果放在心里面，铭记于心还好，但只怕你忘恩负义。出言感激就是向别人表达谢意，这个就是谢恩。先要知恩，先会感恩，然后去谢恩。谢恩是感恩的回应，所以我觉得用谢恩作为第二点，比较用感恩更加贴切。谢恩是让对方知道你感激的情怀，多谢对方为你所做的，这些也是基本的礼貌。用基督徒来说，谢恩的对象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经常听人说，我真是感恩，还有我真是要感恩。我在这里举两个例来看看这两句说话。阿 A 跟我说，我真的很喜欢他。这里的真是的意思就好像英文的 really， 用来加强喜欢的程度，是有确实认真的意思。我听了，我会对阿 A 说，你跟我说真的喜欢他有什么用呢？你要亲口跟他说，你要给他知道你真的喜欢他。究竟你有没有跟他表明你的心意呢？或者是你不敢跟他说，或者不想跟他说呢？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感恩，我们是要向神表达我们的谢意。我来讲第二个例，当我说我真的要去探我叔，这里的真的加上一个要字的意思，就好像英文的 supposed to 是应该的意思，即是在心里面的一个意念，觉得应该去探我叔，但事实上我没去到，即是得把口，识讲不识做，还表现出好像有些内疚的心态。所以我觉得在次序上，我们是先要在神面前谢恩，然后在人家面前作感恩的见证，而不是告诉人听我应该感恩，但是我没有向神表达谢意。就好像法利赛人站在十字路口在人前祷告一样。我也经常听到人家说自己人不用客气，是不是真的自己人就不用客气呢？不用说多谢，不用说礼貌呢？是不是自己人就是应份的呢？是理所当然的呢？我以自己为例，我吃了妈妈煮的饭这么多年，我记得我未曾跟她说过一声多谢，反而记得对饭菜诸多的挑剔。现在轮到我煮饭了，我的仔女一吃完拍下屁股就离开饭台。养儿心知父母恩，趁现在跟妈妈说声多谢。我想这些就是我们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对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是不是同样用自己人不用客气这个概念呢？可以心照不宣，不用说多谢呢？我再讲个故事。小明他第一天上学，他妈妈给了他两个苹果，
佢话你食一个，请同学仔食一个啦。晏昼嘅时候，小明将呢个苹果俾咗个 B 仔 ，B 仔好开心，一连讲咗几声多谢多谢多谢。于是咁样过咗一个礼拜，当阿小明将苹果俾阿 B 仔嘅时候 ，B 仔话：点解你妈妈净系俾苹果你噶？唔通冇其他嘅生果啦咩？小明佢话 ：Mom knows the best。你冇听过每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咩？久而久之，阿 B 接个苹果，真系哦一声，连多谢都冇讲。有一日，小明将苹果俾咗阿强 ，B 仔好唔高兴，佢质问阿小明话：你点解将我个苹果俾咗阿强啊？小明不甘示弱，提高声浪回答 B 仔：唔该，你搞清楚，个苹果系我嘅，唔系你嘅。我中意俾边个就俾边个啦。B 仔无言以对啊，噎都冇得噎啊。咁罗马书9:15，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好似以前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着他们从所未见从天而降的玛拿，他们是不是心存恩感呢？有，就好像 B 仔那样，初时满心欢喜，还吃得津津有味，但是过了没多久就成为理所当然，甚至埋怨独孤一味。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心态，不满现状，而且得寸进尺，一切视为必然。但是以色列人甚至忘恩负义。在何西亚书13:6，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记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很多时我们都漠视神的恩惠，就好似耶稣医好了10个长大麻风的人，为什么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向耶稣谢恩呢？其他9个人呢？那9个人去了哪里？我们要好好地反省一下，我们是那9个人中的其中一个，或者是唯一那一个呢？要谢恩，才要有感恩的心，才有回应的行动。一个会感恩的人必定有一个知足的心和快乐的灵。我们要用喜乐的心态去看每一件事，自然就会学到凡事谢恩。凡事是指任何事，对每一事件事的观点和角度都可以令我们感恩或者埋怨。这一线之差是在乎我们的选择，就是看看你用什么心态去看你杯里面那半杯水，你的杯是半空或者是半满。在路加福音12:16-20，记载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出产到多到没地方收，他将旧的厂房拆了，一间重大啲嘅嚟收藏佢一切嘅粮食同埋财物。佢同自己讲：有咁多财物积存，可以吃喝玩乐、长叹啦。结果神同佢讲：无知嘅人啊，今夜必要你嘅灵魂，你所预备嘅要归谁呢？就算你赚得全世界，却赔上咗自己嘅生命，又有咩益处呢？人通常都会为自己所拥有的自豪，为自己的才能骄傲，而忘记了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神，世上的财富都是过眼云烟，只有神救恩的应许才是永恒可靠的。而这个财主自我为中心，自己以为很厉害，一切都是靠自己的能力赚取得来的。
但是因为他心中无神，不能够感受到实在是神的恩典，他更加不知道谁掌管明天，只注重眼前所看到的财富，而忽略了看不到永恒的生命。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物质的富足不能够令我们灵魂富足，不可以作为人生的依靠。我们要定睛仰望神，我们要将财宝积聚于天，所以我们应该将从神得来的，无论是金钱财干，当作侍奉神的工具，去扩张神的国度，去拯救失丧的灵魂，是我们对神恩典的回应。基督徒不是事事亨通的保证，有时我们都会有苦难，但是只要我们记住，我们并不是孤军作战，而是主与我们同行，崎岖山路伴我们走过，他的杖、他的杆都安慰我们，他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依靠，更是我们的力量。主的恩典常伴随，每一件发生的事都是在神的计划之中，是在神的允许之下，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一定有祂的美意，所以我们要信服，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功课，可能是神的试炼令我们得以成长，所以我们凡事都可以谢恩。但很多时我们都将感谢主挂在嘴边，我们有没有认真地向我们向天上的父神献上衷心的感谢呢？祷告是向神谢恩的渠道，我们要藉着祷告将一切向神倾诉，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就会清楚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对我们的计划，我们就会感谢祂的安排和预备，明白一切都是出自神的恩典，而不是因为自己的才能，我们就会向经历主的恩典上得以长进。现在来到感恩列车的第三卡车，报恩，即是报答恩情了。我们先要知恩，因感恩而谢恩，图谋谢恩的行动就是报恩。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神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是为我们罪的缘故，舍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不单止这样，还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几咁浩大的恩典呢？在诗篇116篇12节那里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们怎样去报答这个救赎的恩典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六七十年代的粤语武侠片，这桥段都是英雄救美，通常这个美女都是楚楚可怜，当她被救之后就会跟这个大侠说，小女子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一生相随。这个小女子以身相许只是她一厢情愿，你想想当时的英雄豪杰行侠仗义都是独来独往，行走江湖，如果有人跟住你，真是左手左脚，可能并非大侠所愿，而是这个小女子强人所难。在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
呢节经文话俾我哋听，神绝对接受我哋，神喜悦我哋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咁嘅侍奉咧系理所当然嘅。我哋点样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身体唔单系指肉体嘅躯壳，而系包括我哋嘅灵魂、情感同埋心思意念，仲包括我哋所有嘅时间、金钱同埋才干。身体嘅献上就系全人嘅献上，献上身体就系为神嘅目的、神嘅计划、神嘅旨意而活，为主作工。活祭是只有生命活着的祭物，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将我们的生命主权交在神的手里面，让神的旨意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生活就必然充满了见证，我们不单止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亦能得到神的喜悦。我们竟然蒙恩成为神的儿女，凡我们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所以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以信服的生命来侍奉神，是对神恩典的回应。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指出，我们作为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是我们作为信徒应有的品质。而神对我们的要求也很简单，我尼加书六章八节写得很清楚，个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这两段经文都有提到怜悯和谦卑的心。怜悯的基要条件是要有爱，我们心里面要有爱才能够怜悯人。我们的爱又由哪里来呢？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也因为圣灵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而谦卑就要放下自己的骄傲，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才可以尊主为大，信服神的旨意，让神掌管我们的一生，与主同行。所以我们要做好信徒的本分，不要让圣灵为我们担忧。灵内的长进不是说行为的改变，而是我们尊主为大的心智加强，是主在我们心中地位的提升。我们是要贯通圣经的真理，培养圣灵的果子，发挥圣灵的恩赐，我们才会在灵内成长。在希伯来书六章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就好像你进入赛跑比赛，人家都一支箭地飞了出去，而你还滞留在起点，踎了在那里不动。我们要做的是竭力向着标杆直跑，达到终点。我们不要停留在吃奶的阶段，只是作婴孩而不去熟练仁义的道理。我们要长大成人才能够吃干粮，我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才能分别好大。我们要装备自己，让自己的灵命得以成长，可以成为一个教导别人的人，可以做浇灌的工作，不至于有人问到你，我们还在到好像婴孩牙牙学语的阶段，在那咿咿呀呀，人家都不知道你在那说什么，甚至乎你哑口无言。所以我们是要在主
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有长进。中国人很看重一句话，就是得人因果千年计，千年计算一下都有三四十代。如果我们将这个救赎的恩典代代相承，就只是一脉相传。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够做到你和你一家才可以得救。其他的人呢？其他的人怎么样？所以我们作为信徒要横行无忌，打横来行，向你旁边的亲友传扬福音，向你旁边的同事讲耶稣，更加让你旁边的邻舍得知神的救恩。我们是要做到爱神、爱彼此、爱邻舍。我们看看一只细细的蜘蛛，中间由自己开始，可以起到蜘蛛网的架构，中环交错。我们也要这样去扩张神的国度，将福音广传，伸展出去，直到地极，将福音的种子撒出去，是信徒最基本的责任。当然，我们也可以帮助妖冠，当时机成熟，我们更加可以收成。我们既然得到神的恩典，我们有没有眷顾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最后，我想问一下大家，要不要乘搭这一架感恩列车呢？或者你已经上了车，坐在架车上面，或者你仍然站在车外面呢？你们还等什么呢？快点上车，我们一起向灵内的成长通道迈进。请我们大家同心祷告。主啊，求主你给我们都有知恩图报，中间更加不忘感恩而去谢恩的心，给我们都能够谨守遵行你为我们所定下的旨意，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更求主你给我们能够在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季，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感谢神祷告梦应允，感谢神美梦谁停，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富裕乐，在绝望里得安慰，感谢神赐无限人间，感谢神无比慈爱。感谢神赐流淌玫瑰，感谢神玫瑰又赐，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有福盼望，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
美国大选因为结果存在争议的时刻，各方媒体都在猜测最终可能出现的答案。有人说，如果上帝有一个后门，等我们人有办法先入去看看他到底会将最终的旨意和选择的天平倾向哪一方，那是多好呢？那到底什么叫后门呢？或者你会想到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走后门，就是找到了捷径可以更好地得益和控制。其实后门这个是一个计算机领域的专业术语，指的是黑客绕过软件的安全性控制，从比较隐蔽的通道获取了对程序或者系统的访问权。任何一个软件都必须要好好地测试才可以拿出去使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确保没有留下后门给系统的安全造成威胁。比如说美国大选统计用的软件就不可以有缺陷了，如果不是的话，有后门黑客直接攻入去改了结果，那就不得了了。那上帝的设计背后有没有后门呢？换句话来说，我们可不可以好像黑客这样进入神的国，知道其中秘密并做出更改呢？申命记29章29节这样说，隐蔽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里提到了两种事，隐蔽的事和显明的事。隐蔽的事是指对人感觉是隐藏神秘的事，是人想知道但是没办法知道答案的事。但是隐蔽的事是属于那些奇妙可畏不可测度的创造者，即是耶和华我们的神。相对于神的全知全能，很多事情对我们有限的人而言当然是隐蔽的。我们人不单止是有限，还是有罪有死。圣经中讲到世人都犯了罪，这个罪原意是打靶打不到靶心，是指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没办法和圣洁公义的神在一起。罪的公价乃是死，死就是与神隔离的状态，死还不是一了百了，死之后还有审判。很多属于无限完全永生的神的事情对我们有限有罪有死的人而言是隐蔽的。神没有后门可以等人可以行，但是这段经文讲了明显的事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这些明显的事是属于 front door， 即是前门，就是通过主耶稣基督这条道路，神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通过可以通过他和神和好。耶稣基督死后三天复活，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给我们信靠他的人有复活的盼望，可以进入永生神的国度。不单止是这样，耶稣基督是神在锡安他的圣山上立的君王，他是天选之子，是万王之王。我们等他成为生命的主，可以享受神国度一切的喜乐和得胜。这个也是神通过耶稣对我们显明的爱。另一个明显的事就是关于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就是圣经神的话语。我们可以通过读经更多地了解神，更依靠圣灵的引领。我们可以遵循神的话语，让它成为我们每日的同行指引和喜乐的供应。上帝没有提供后门，隐蔽的事是属耶和华，让我们敬畏尊崇赞美祂。上帝提供了宝贵的话语和耶稣基督这条道路，让我们可以知道怎样遵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独行其事不可测度的神，我赞美你敬拜你，多谢你给我们明显的爱，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救赎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亦愿意多读神的话语，求你的圣灵管教指引我遵行你的话语。我亦愿意成为你的器皿，成为你福音的管道，带领我的家人和周围的人多多地进入你的国。以上祷告乃是奉主名求，阿们。现在是家事报告。在这个疫情，为了爱神爱彼此爱邻舍，记得出外要戴口罩，人与人之间距离保持6尺，要勤洗手。
在这处我们再一次多谢敖美美姊妹刚才的信息分享。在这个疫情的缘故，粤语网络的主日崇拜仍然保持在九点钟和下午四点钟进行。下个主日我们有李定浩弟兄正道。主日学 Cross 的课程仍然是现谦，将会在十一点钟 Zoom 进行。请大家出席，之后我们会有祷告时间。感谢神，粤语堂圣诞鞋盒蒙神祝福，收到25个鞋盒奉献，超过往年。愿神纪念大家的摆上。同样感谢神，昨日11月4号粤语堂庆一切顺利进行，多谢牧长们的祝贺，同埋弟兄姊妹到嚟参与，彼此问安。我哋为咗要嚟嘅14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为主得人。嚟紧嘅周三11月18号将会有 Zoom 嘅祈祷会，今次施会是翁荣根夫妇，有祷告敬拜，还有小组分享主日信息，邀请弟兄姊妹一起参与。11月21日周六下午2点到3点是粤语团契的查经希伯来书，而接下来的3点到4点是生活团契，我们再次欢迎大家出席。在同一日的周六晚上7点到9点是全教会20周年堂庆纪念，请大家预留时间出席。在这里温馨提醒，2021年差传应献教会全年的预算约50,000元，至今距离这个目标仍然有一个距离，请大家仍然为宣教作出奉献。我们教会的奉献仍然以 sell 和支票进行，如果当中大家有咨询的，请参与陆家的网页。弟兄姊妹们，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